主料虾布500克，辅料红椒圈一只，葱粒2颗，蒜熟姜熟，生粉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虾瓜所需辅料，虾菇洗净修剪后撒上适量的生粉待用，锅内留烧热，把虾菇下锅炸至金黄，沥干油分捞出，再留少许底油，爆香配料再倒入虾菇一同翻炒，起锅前撒上椒盐粉搅拌均匀即可。烹饪技巧，虾菇上生粉后多余的粉要擦掉。如果喜欢本视频请订阅本频道。